哎，啊，你干嘛？来时路，一年桃花应过。你疯了吗？你放下，快点放下，别摔倒了。你一个小那么小的女孩子，背那么大娘的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可以行的。啊，你小心一点，你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子，没事，扛那么大的两个，哦，小心一点。哎，这个是我给爷爷买的药，爷爷呢？东西，他早上就放羊去了。哦，你这个，哎呦，你小心点，你也别摔倒了。没事的。哎，这里还有。你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啊？没有。哎，爷爷他今天好了是不是？他好了，然后。一大早就放羊去了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。哦，以后你不要背那么，你不要砍那么大的树哦。是的，习惯了。吃了的，吃了的。那你先坐。没事，你先坐稳，坐。你干活累了的吗？给你拿一点吃的，随便吃点好不好？这个是啥？啊，这个在我们这边的话叫梁山汉堡。梁山汉堡，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。来，这个花送给你。这是在向我表白吗？没有。来，快点吃这个梁山汉堡，怎么吃的？没事，我给你弄啊。嗯。梁山汉堡，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。你尝。你先吃，你今天干活累了。没事，我昨天给你弄一个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没事，我就吃你这个，我不小心你。天哪，你怎么一直拿着手机在对我呀？嗯，这挺好吃的，你还说把太好吃了啊。我说你怎么一直拿手机在拍我？没事，那个，我这个是记录生活。你把我最丑的一面都拍进去了吧？没有，你在我心里面一直都是那么漂亮。那边有一个很美的风景，要不？换个衣服，然后你带我去拍几张照片，行不行？能为你驱逼阿洛女士下楼是我的荣幸。走。你这样叫我全名，我觉得好别扭呀。那，你吃好了，然后你在门口等我一下，我换一套衣服好吧？我吃好了，那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好。那我换个衣服啊。好。哇塞！今天的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，有吗？你们结婚一般都这么穿吗？这个只是普通的服饰，这里的每个女孩子都有这么一套衣服，如果结婚的话比这个还要漂亮，还要隆重。哇，真想看看你打扮成新娘的样子。走啊，你问这干嘛？对了，你明天有空吗？哦不，你明天干什么？我明天有时间啊，怎么了？我明天要去赶集。赶集有什么好玩的？赶集是集市上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有太多太多的。啊，那我们这就要去。你说什么？没，还有多久到啊？快了，就在前面。哦。我站这边好看，让那边好看一点。好看。嗯。你能不能认真一点？好看，真的好看，美女配风景，没词了，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了。来，开始了啊！你看那边，啊，等一下，没事，来，开始了啊！嗯，3、2、1。